最开始就对了，然后这样子开始，右脚油门，左脚刹车，两脚不要同时踩哈，旋几圈慢慢开，全了解车况路况之后慢慢加速，任何擦撞碰到无法行驶都不要下车举手就好了，好、哦、啊，过完车油门踩轻一点，以免会开始玩跳一下很危险，好、哦，直接撞出去就比较危险，然后耽误到自己时间，啊，等时间到了最后一圈的时候再一起，加速下车再一起下车就可以了，那没问题啊、哦，好来踩刹车。不要撞就撞过来。后面要人出啊？哎，对啊。大概会先那个吧，让前面出来。他推那台车。教练也跑出去了。还是要讨回来小弟弟啊。教练甩尾。